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人生胜利组》，我是你们的小编 K。 福尔摩斯曾经在书里面讲过一句名言，你确实是看到，但是你没有观察到。很多时候我们只是透过视觉接收信息，但是没有进行思考。今天就等我们一起仔细地观察一下以下这些画面，看看你可不可以找到其中的谬误。一，太空人登月。其实既然他已经站在月球上面了，为什么远方还有一个月球呢？二，乡间小路。另外一边的河消失了。三，浴室。吸血鬼根本就不会在脚镜里面反射出来。四，浮冰。北极熊生活在北极，而企鹅生活在南极，不应该同时会出现的。五，早餐。瓶子里面根本都没有牛奶。六，沙漠。骆驼的影子消失了。七，伦敦。在英国是左驾的，所以车辆的方向调转了。八，乡间小屋。风吹的方向并不同。九，试身室。镜入面的方向调转了。十，最后一题是高难度题，有四个地方并不正常，不知你发不发现到呢？交通灯少了红灯，巴士上面并没有门，巴士的辘不见了，同埋十二月根本就冇32号。要全部揾出嚟真係唔容易啊！如果你可以全部揾得到，一定係喺平时生活之中就有仔细观察嘅人啦。